中餐厅请来大牌女嘉宾，男友全程陪同，黄晓明竟没有一丝怨言。中餐厅三已经播出好几期了，最近他的热度可是只增不减，尤其是黄晓明的事情频繁登上微博热搜榜。在节目没播出之前，观众对黄晓明的印象都很不错，但是自从前几期节目之后，黄晓明的缺点便慢慢的暴露出来了。他自私专横，在餐厅的管理和餐单上完全不顾及大厨和其他嘉宾的想法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。在下一期预告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餐厅将迎来本季首位飞行嘉宾，而且这位嘉宾还是位女嘉宾。在预告中并没有出现女嘉宾的正面镜头，她就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沈梦辰。